你看了这里多了马达，多了这些轮子拉料的，这个卷料拉料嘛，一出来就拉，就不会粘刀了。然后包括我里面刀的材质都是白钢镶上去了，进口白钢镶上去不会粘刀的。然后这个都是说新款的，最新款配置的，这是顶配版的，这个后面送料也是上下同步送料的，最新款的，包括里面的配置都是最新款的。那切出来不散口无毛边，不散口无毛边。那包括这种细的也可以切的，加装的前面这个拉料的，就说可以切的范围就会广一点，不会卡料，不会散口，这些都不会散口，不卡料。